前突然疯传一位男明星在香港陪战即将当爸，也火速引发各界猜测。而人正好在香港的王俊凯也意外卷入这次的事件，因为他13日被拍到现身北京首都机场，准备飞往香港看周董的演唱会，事后也被捕捉到素颜坐在台下举着灯牌应援的画面。随后该名网友也再度发文向网友们道歉，解释自己只是在微博瞎吐槽，没想到会被人恶意截图传播，并表示自己那是气话，真的对不起，也于文末再次强调这个真的是他的错，也让网友傻眼直呼真的不要乱造谣，王俊凯也真太衰，躺着也中枪啦。Bye.